当周即将迈入尾声 ，BLACKPINK 成员 Jennie、少女时代润儿、IVE 张元英、韩国超模朴秀珠等人都现身秀场，在最后一天的大秀中齐聚一堂。其中最受到瞩目的 Jennie 穿上白色斜肩毛料紧身洋装，搭配白色长靴与开襟衫，将头发挽起并做了品牌 logo 美甲，独特的设计展露曲线美和时尚风格，与另一位品牌女神克里斯汀·斯都华同框，引发粉丝关注与媒体抢拍。Jennie 在机场收到粉丝送的粉色星星吊饰，宠粉的她立刻挂上包包吸引视线。前绯闻男友 GD 与男神好友李朱赫秘密前往巴黎旅游，没有出席大秀，并在4日返回韩国与 Jennie 擦肩而过，可以错开的行程也引起网友热议。